疯子又寄来一封信，你看看，要不要报警啊？PS 的照片真是疯了！哎呀，好吃的冰淇淋来了！你看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，我就每种买了一样。你这又当修理工又当保姆的，我是不是得付你工资啊？这个嘛，平赏100万不多，一毛钱也不嫌少。哎，你是怎么打算的呀？你的病好没好啊？没好得去医院呢。在我这我也不会治病啊。哎，你这个人真奇怪，这脸变得比翻书还快。刚才说我是你未婚夫，现在说变就变了。这女人的心啊，难测。你在演？今儿呀，还学会骗我了是吧？啊！我有证据。真变态！你当我是吓大的是吧？啊，还保护我？你保护得了我吗？你，收拾东西赶紧回家，快点，没看着吗？我这上网准备找一个帅哥呢，当我桃花啊你！我还有话跟你说。等等，拿着你的冰淇淋，走走。这个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你等会儿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快点走。哎，拜。南机关干的不是一天两天了吧？你这样写到底有没有长脑子？大领导不想提教育局的事儿，可你倒好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还给我写了这么大一段，我看你是诚心的吧？还有，你看看这儿，还有这儿，你这样写就是夸大其词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两天我还有话跟你说，来，坐。小五，这个家呀，对男人来讲就是大后方。如果后方稳定了，男人才能放手在外面大干。万一后院失火，那就功亏一篑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连这个家都搞不好，那你的能力就更不值得一提了。我想这点你应该清楚吧。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呀？所以啊，小五，当务之急，你现在就是要把家庭关系搞好啊。你总不能失魂落魄的状态，这样也不利于今后的发展，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明年4月份高科长就要退了，咱们宣传部年轻人里面，我看你就是希望很大，好好把握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类。什么？不能追加投资了？那我前边投的钱不打水漂了，坑爹呢！万象公司捣鬼。啊，行，先这样。老韩，老方，哎，这么巧呢，好久没见啊。是我正好找你有点事儿，你一会儿有功夫吗？我办完事儿，咱俩找地儿聊聊。行吧，那我等你。好，很快啊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你以后要是再去的话，我就把你私奔了。我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老公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啊，
那你给我发个誓。妈妈，爸爸吃饭了。我说你这孩子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进门的时候先敲门，你怎么不长记性啊你？吃饭。对对，吃饭去吧，吃饭去。好不容易培养出情绪来，就让他给搅和了。吃饭吃什么吃啊？吃，就知道吃。精神食粮不重要吗？老方，是你出来以后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吧？对啊，我因为怕你没脸见我呀。这样说没法往下接啊！我这段时间真忙，家里边内忧外患的，你不知道吗？而且我觉得咱俩之间没什么呀。那老万的案子快宣判了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世事难料。哎，你说这人一天到晚的瞎忙活，到头来还不都是奔死去？有什么劲啊？真是，有些事儿不能想，一想啊，还真觉得挺没意思。嗯，老韩，你可不能这么想啊！我刚才说的都是一般人，你不是一般人，你的人生座右铭应该是贵在折腾。哎，我上回见着你们家林朵鱼了，我发现他对你依然保持那种咬牙切齿的感受。一言难尽。重点，后悔了吧？哎呀，不瞒你说，前一段时间我在里边没事就胡思乱想，我想最多的就是咱们三家人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他们仨女的坐在一起，一会儿聊美容，一会儿聊时尚的，你我老莫也是天南海北的一通神侃。那日子可多好啊，哪跟现在似的，好像谁跟谁都不认识，有仇似的。是我们自个儿把水给搅浑了呀。我上大学那会儿我就想，我这一生就谈一次恋爱，就结一次婚，就爱一个人。我碰到林朵鱼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就她了，没跑，我肯定能做到啊。但生活就是一本教科书啊，满不是那么回事。哎，你听说过有一个叫二人三足的比赛吗？什么听说过？我看过，电视上播好多回了。你有没有觉得婚姻就像这比赛啊？没绑的那条腿老想往外跑。那这样的话没法继续跑啊，咱俩就像这个比赛那条老想往婚姻外面跑的腿。我发现你有时候其实说话也挺中听的。老方，嗯，跟现任过得好吗？就那么回事。不听说你们有孩子了，快生了吧？啊，是快生了。老方，这有孩子你得安定下来，过去的你就让他过去。你信啊？那不都是骗三岁小孩的屁话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我去严英家，我发现一男的在他家里边。你说我跟他都离婚了，人家里头有个男的，这不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。哎，怪了，就我这心里头那滋味儿，我都没法用言语表达，就比公司那资产流失都难受。还忘了过去。我以为就我有这种感受呢。哼，哎，要不然说咱俩是难兄难弟呢。哎，听说你们在弄度假村那项目，那合作人可不是很靠谱啊，风评不是很好，小心点啊。哎，狮子多了不怕咬啊。我跟你说，自从我跟严英离了婚，哼，我这日子可过的那可叫乱，喝凉水都催呀。再说了，
这个外人好防，家贼难防啊！哎，就你跟原子丹下手也太黑了点吧？这公司让你们俩给弄的，真是一干二净。其实这事儿早定下来了，老方，主要你在里头，我这么快刀斩乱麻的，你心里不舒服。当时我只能这么办呢。没错，没办法。啊，我信。哎。有人叫过你韩八百吗？什么？就是甭管说你什么事，你都能找出至少800个理由来回你的，宗旨就一个，你特别好，都是别人误会你了，对吧？其实就一个字儿，贪。我看见你，我就像看见我自个儿一样，照镜子。你知道这是谁给我上的课吗？谁呀？你们家林朵鱼。啊？你们家林朵鱼。行了，老韩，我也不跟你在这儿瞎聊了。我今天啊，主要是想跟你说，甭管什么时候，你都可以光明正大的和我竞争，但是背后使绊子。这就不太好了啊！行了，我走了。这单你买啊，我现在可没钱。分析来分析去啊，你想一想，这个一定是那个被家暴女人的老公。你那个专栏出来以后啊，他就被警察抓走了，没几天就给放出来了。这种事儿又供不成什么重伤，法律拿他也没辙，是吧？他把他老婆都能打得八根肋骨都断了，完了完了，我跟你说，他肯定是把他跟他老婆离婚的事记到你头上了。哎，我是学跆拳道的，能打过我吗？他不是你在明，他在暗，再怎么说他也是男人。我爸爸。你说，你大爷！
我要钱干什么？我老婆跟着他了，都怪他，都怪他！不不不不不，你听我说，有钱了，老婆就回来了。叶文，赶紧报警去！你这眼睛子，你别动，坐下，坐下，你别瞎动！我告诉你，我完了啊！我把这楼都炸了，你们都你敢？我敢，我特别敢！过来，我把这都炸了啊！我你甩我什么？你我都投诉你！你这是真的，我告诉你，靠！别装死啊！你真捅炸药上了？啊！英子，英子，快跑！我跟人跑了，都怪他。等等，这事儿都怪我。你说要是我不跟丢你的话呀，也不至于你说。你要跟着我，就跟他一样了。哼，你不行啊，跟着都没用。我们都调查清楚了，你采访过一个叫秋花妹的女人吗？对啊。劫持你的就是秋花妹的老公卢伟强，他一直对秋花妹进行家暴。自从上次采访后，秋花妹就鼓起了勇气。跟他离婚后回了贵州老家，他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就起了报复心。幸好那个炸药是假的，连界限都没有。不是神经病吗？你说必须有病人，我当时我就应该就揍死他算了。我们能走吗？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咱先回家吧。啊，记得医药费要开发票啊。这以后牵扯到一个赔偿问题。哦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谢谢您啊，麻烦了。啊，你们这些女人啊。一天到晚就是瞎嚷嚷，一个顶俩。来，喝水。什么离了男人也能活啊？遇上事儿了，离男人能活吗？还有，你那1米8多这个豪门的大帅哥呢？人呢？关键时刻不见了吧？还得是我们这些老腊肉吧？哎呀，皮糙肉厚的是吧？刀都扎不透。哼，你还知道你皮厚啊？撒尿裤子还扯什么英雄？那就一破纸壳箱子，还能真能改炸药啊？这没良心的！我那是投鼠忌器，那不是因为你啊？要不是你炸药包，你那弄一团咱也吃，我怕他。大不了同归于尽，我反正早活烦了。呸！说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这么对不起我，你就陪着我活着。是不是啊？舍不得了。啊，放心啊，我这皮头肉厚的是吧？阎王爷不能收我，是吧？我还得还债呢啊！行了，你也甭多想啊，我这就是顺水人情。你说赶上这事儿了，别说你了，这碰上个普通朋友，这该帮忙不也得帮？咱们都是热心肠嘛，是吧？也就是说。我是你个普通朋友是吧？那你还在这干嘛呀？你走吧，我回头去你家谢你去。你看，这刚说两句好好的，怎么又翻上脸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这样，我没资格去爱你。你等着田菲菲把孩子生下来，我立马跟她离婚。到时候你再看，行吗？哎，不是英子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是人不是人都给家里钥匙啊？不是这人心长什么颜色？你看明白了吗？这多让人不放心呐！人心什么颜色的我是看不清楚，但是你的血是红色，我看得一清二楚啊！今儿这事我替英子好好谢谢你，择日我亲自登门道谢。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另外，别看他一天到晚咋咋呼呼，跟个木鬼婴似的，实际上胆子特别小。尤其是今天受点惊吓，你晚上在客厅睡觉的时候，你灵着点，别他万一做个梦什么的。
你少操心吧，我们俩睡一张床。你多费心吧啊！行了行了，知道的我是你前妻，不知道还以为我是你孩子呢，偷哭啊！那你好好的领着啊，我走了。副总您好，钱已经到账了。好，那您可要说话算数啊，月底可就要跟万物生公司摊牌了。太好了，谢谢您副总，再见。兵哥，这是我挑的戒指款式，有时间选一个吧。我给你挑。我可不喜欢太夸张的求婚呢，就想跟你两个人。好了，我去忙了。哎，小丹。哎，对了，兵哥，最近你可是鸿运高照，爱情事业两得意啊。请叫吴副总进来。安总，明，最近公司往来账目你都过目了吗？我刚整理过，没问题。怎么了？袁副总那边。哦，我那天出去的时候看见袁副总在打电话，好像说要拿公司做抵押。你听清楚了吗？赶紧到银行查一下去。好的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这大难不死的，我不得组个局给你压压惊啊！哎呦，我就不跟你抢了吧。不行，你不来我跟你翻脸啊！就是嘛，有帅哥有帅哥，必须的。像我这种白富美萌萌哒，我一出现，那人家不问我来了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就是要你这样的姑娘出马考验他一下，我才放心呀。上次那康帅哥不就没扛住吗？嗯，啊行，知道了，就这么定了啊，不见不散。哎，喂，什么人啊？我说，应该没有。你说那个会所是老方的，老方不会知道吧？知道就知道嘛，他最好把单都给买了，这是前夫的剩余价值。这段时间倒霉的事儿接二连三的，咱们是该好好聚聚了。闹一闹，乐一乐，聚聚晦气，可不是吗？你换个角度想，没准儿这就是第二春的开始呢。得，借你吉言。周末了，干嘛去啊？这排场挺大呀，我就说让你换条裙子，你不换。哎，换什么裙子呀？赶紧吧，这位姐，赶紧进去吧。没人呀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哎，怎么有照片啊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么回事？往里走，往里走，往里看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怪不得神神秘秘的，里面还有大惊喜呢。走。都是谁在呀？出来吧！女王驾到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生气呢，连个发微信的人都没有，我忘记我生日了吧？我还在想，我要给你发信息，他们俩不让，但是我送了花，哪儿呢？办公室啊，明天你就能看到了。你真行，今天周末你放办公室，你怎么想的你？哎，行了，你们两个别当着我一个剩女的面在这儿打情骂俏，可以吗？小心我等会儿受刺激，一个人把这蛋糕全吃了。哎，你现在就可以把它都吃了，真的。哎，你跟儿子快来，快来，宝宝。哎呦，谢谢，亲一个吧。不亲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女人，我不能随便亲女人。你妈也是女人，你怎么亲你妈呀？因为我只能亲两个女人。谁呀？我妈妈还有我女朋友。你都有女朋友了？那当然。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没人通知我呀，我作为干妈。我也不知道。你当婆婆喽。婆婆好。啊，还有蛋白，太可爱了。蛋白。送花，送蛋糕。英子，今天不仅仅是你的生日，也是我、秦姐、英子，我们三个相识15年的纪念日。真的？英子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那时候你穿了一条黄色的裙子，头发梳成马尾的样子，说话跟现在一样，跟机关枪似的，噼里啪啦的。我那会儿还想啊，这个野小子从哪冒出来的？没想到，我们三个却成为了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闺蜜。这些年，我们在一块儿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闹。我们都单身，没有男朋友，到谈恋爱，再到失恋，我们三个那会儿抱头痛哭，再到结婚，一晃都15年了。我还记得我们三个在宿舍里面打赌，说谁先给谁当伴娘，谁先结婚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我怎么不记得啊？哎，这事儿就远记前，真的。本来我应该有两个伴娘，结果他先结婚，哎，我只剩一个伴娘了。英子，你放心啊，等你下次结婚，我们两个还给你当伴娘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这大喜的日子能说点吉利的吗？这是吉利的，我们都希望你赶紧把自己嫁出去啊。也行，那到时候我准备俩花球，一人发你们一个。好。哎，秦姐，别让我一个人说呀，你也说两句过来。哎。突然间站在这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英子，朵儿，我在这儿，我想谢谢你们俩。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挺悲观的人，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我结了婚以后，有了端端。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到了生活中，我很少跟你们聚，但是每回我出事儿，我都会给你们打电话，你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。我觉得你们是上天送我最珍贵的礼物。秦姐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妈妈加油！让我说完，让我说完，听我说完。我觉得吧，我特别看重感情。特别看重家庭，可是没想到，我最看重的东西都离我远去了。只有你们，只有我们的感情是最坚固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
我想祝咱们的友谊能够长存。哎，我也得说两句啊，你们发现没有，我过过生日弄得跟奥斯卡颁奖似的。好了，来许愿了。英子，你许愿是不是要给我找一男朋友啊？旁边不有一个吗？哎，我怕你舍不得啊。谁呀？啊，还有神秘嘉宾 ？Surprise！ 哇，都在了，那个季琴也在。给我吧。那个英子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来祝你生日快乐的。你要是看着我别扭，我就立马消失。琼瑶剧一样啊！要不要给你买一张房卡呀？陈飞，谁让你来这儿的？你说谁让我来的？臭不要脸的！你骂谁？骂的就是你！你臭不要脸！我老公已经不要你了，还死乞白赖往上贴的。老方，你赶紧把她带走，她怀着孕的。我不走！都被你闹什么呢？过生日是吧？是不是？过生日是不是？你疯了吧你？过生日是不是？过！我让你们过！没事吧你？坚持住，坚持，我马上去医院，快快快！没事吧你？真是冤家呀！哎，那个，你没听你大哥说，孩子能保住吗？啊？那个医生没有说。没事的，阿姨，你别急啊。秀儿，哎，赶紧去给我去拿点药。哦。秀儿，哎，你赶紧搀着我点吧，我总觉着这脚底下踩了棉花呢，都快，慢点，快点，哎。手术当中了，您别着急啊。哎呦，你娘！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，别再闹了，别再闹，你们就是不听啊！这三拜九叩都拜了，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。哟，万一我这孙子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我这世界……谁说田薇薇家属？我说。快点，怎么的？谨慎了，女孩四病六两，母子平安，即使孩子早产，要进保安箱观察。啊，没什么事儿吧？那个，哎，你咋了？哎呦，妈，来，快走。麦哥，挺好。刚子，妈求求你，妈真的求求你了。无论如何，你得给我看好这个孩子。好，你放心吧。刚子，你已经是做爸爸的人了，不能再这么胡闹了。你跟严英就这么算了吧，你们的缘分已经尽了。田飞飞，他虽然能闹腾。
但是也没啥心眼儿。毕竟，他也跟你生了孩子，以后能让就多让着他点，啊。行吧。以后你们就。你们就，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咋了？大夫，大夫来人了！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大夫，再难过的时候，待在你身边的人是他，不是我。孩子要的。